我是孙崇轩，我来自台北。因为以前在念书的时候，是因为现实大过于梦想嘛，那所以我那时候只能放弃自己的梦想。那到了好不容易退了伍，然后出社会工作之后，那在现实的部分可以兼顾的情况下，那我反而是在现在这个状况下，然后就是不停的去比赛啦，然后不停的去打球啦，然后来弥补自己以前没有参与到的这个部分。对，然后甚至到后来刚好有个机会是在醒悟科大这边，然后王老师的提一下，然后让我回到学校，然后去帮忙协助就是醒悟科大一班组的训练。我觉得从中得到最大的收获就是成就感吧。对，因为看着他们就是一路成长，就是从不会到会，然后从不好到好，那我觉得那个成就感是非常大。那除了成就感之外，我觉得看到他们现在在球场上的样子，就好像看到以前自己的样子，就是很喜欢打球，那可是有个梦想，但是技术不纯熟，那就看到他们真的就看得像看到十几年前的自己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成就感，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看着他们圆梦，帮助他们圆梦，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，好像会让自己当初的遗憾就是更少了一点。我是孙崇轩，安台湾 Basketball。